怀念囡仔时的港口生活，啊，毋讲人出入庄头会当选择坐船，啊是坐车。毋过若方便性，阮拢坐船啊较济。桥倒摆，归阮二港口去坐船，无论是去枋寮、中洲啊、基澳、蛤蟆省、前镇、小港，拢真舒适。拄好是伫港内坐一日，省时、省工、搁咩了。连要来阮海线国小教书的老师嘛同款，若对市内坐车来，行中山路，经过小港，接沿海路，可对大路步入来，才会到。路坐车远，阁加开几啊点钟。即卖时代，逐口罩拢有车，较早都毋是安尼啊。海口人也是较惯习船仔的交通生活，若无伫在地生活过的人，是学得体会。这是我的体会，无代表别人。阮叔啊、姑啊去读小港国中，也是阮母啊带阮去枋寮找姑婆啊，家己骑脚踏车去中洲啊大岩岛佚佗，拢是坐船上紧，不是互找无人，那野马啪啪走。原来自细汉，厝人就训练我走跳的江湖生活。阮小弟袂爱读册，目色脚，脚手尾。熬烧水、讨海、洗船、摕囝仔补网仔、牵线、白鱼粘针仔，做钓竿钓鱼，十八般武艺拢会。老爸若咧下网仔，伊爱负责划船带，听口令、驶紧、放慢，阁会劈船。我也怕咧，厝边头尾是学了解搭子。伊是东港水产学校出业的，有老师牵绳。佮爸母辟谷，饲虾仔一年当赚的比读册人较济。阮两种的个性是顺天意、自然养成的。对大伯，你来厦门港行外海路，接唯一一条海线来路，像颠倒变的 U 字形。肉船若入来到前方，爱佮翻头出去，一条路分五节，海线一路到五路，一路一线，佮有一间大庙，姓杨的。姓李的、姓吴的、姓洪的，到姓苏的，大大小小有要几百间的庙。中国即阵才咧算一带一路，哼，阮比因较早都无咧稀罕。1924年创校的大喇叭公学校厦门港分校长，1933年改做厦门港公学校，1968年改做海线国小。迄阵一班拢有四五十个学生。客家本色人边都有人坐，规班姓洪的占一半较多。伫戒严的时代，讲台语挂告牌啊，当然嘛有我的份，是讲我嘛真好运。老师拢意思意思发一个就好，袂足机车。海口囡仔土性故意罕伫小孩，那一点有比市内干巧的较好淡薄啊。装卡大汉的好处就是故事。花海出头一堆，也热也天性。上课放学行路，嘛会当弄到大坑细里，也天也扎好带，同款两行啊，跳水沟啊，暗国街，捡石头。好野人用布天的沙包，规双脚一个伤痕，一个故事。因为伫安尼的环境大汉，我会堪得输赢，人生也巴结也飘撇。阿沙里大指头啊成。阮对乡土的感情拢伫遮，我姓洪，佮阿门港毛洪，足爱即个名，足爱即个历史基地。好佳哉，伊无互改名。会怀念是因为阿门港伫2007年已经整地去做货柜中心，即条筋互斩断，接袂转去，是毋甘，是心酸，无当找啊。长久的独裁施压。糟蹋这块美丽的岛屿，吞踏人民的尊严，侮辱木制、侮辱母，挂断海洋文化的根，用傲步看台湾落座，讲是人情义理，串造拢是伤天害理。海洋的悲歌，才是陆权独裁的阴谋啦。